限高杆还有限高桥这些警示标志呢，是为了提醒司机不要冒险闯关。然而有的司机还是过分自信，导致自己损失惨重。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新闻。监控画面显示，一辆大货车在经过限高桥时，因为高度估算错误，结果车厢瞬间撞上桥面，巨大的撞击力使得车身瞬间解体，现场一片狼藉。看起来真的非常可怕，幸好司机人没什么事儿，往后开车可别再这么大意了。3月8号中午。